折蛋特别选。哇，古天乐，土城古天乐，土城好远。哇哦，玉安，你还真是上次说礼拜六见，就礼拜六见了。他还没盖住，告白 Kiko。公车司机失误了。一起弹奏肖邦的乐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同言同语言的声音。嗨，午安！哇，我难得讲到午安呢，爸，午安！啊，我要被公打一啊，午安一下，午安，快午安。中套中岛啊，啊，恭喜，恭喜。午安，午安，午安，真正是午安哦。那各位乡亲，午安。文山对啊，三月就开合照会呢。哎，等一下，玉安送了一个啥来着？嗨，早安，嗨哦 ，Mojito， 哇哇哇哇！现在怎样？哇，嘻哈舞，刚送的叫嘻哈舞，他刚才跳嘻哈是吗？嗨嗨嗨嗨！哎，我讲对啊，不是拢讲吃饱无诶，就是台语的肩部，这是日文。台语的转，干嘛不是？反正就是全部都讲吃饱无，不是吗？合照会怎么办？合照会怎么办？我也很心急，合照会怎么办？大家，合照会怎么办？怕那是打招呼啊，可是你不会。怕酒后拢是吃饱未？对哦，吃饱未？通常人家打招呼来吃饱未？哎，吃饱未？我已经没有钱了，我也没有钱养你。开放借这边开放借钱是不是？你有什么好怎么办的？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好困扰，不行啊！这来的太措手不及了。合照会跟握手会的话，你知道？好啊，好啊，给你一分钟，能不能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六十五九五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蔡家姑娘林双石牙是脱兔。脱兔舞技好，恩花歌迷自有招，活灵活现站舞台，波眼魅力一把刀。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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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诗啊你！而且他是，你有看到吗？他是用蔡雅恩放哦，然后活泼。我只会长头，我只会蔡雅恩活泼。妹妹没有说家谱吧，妹妹只说开了合照会吧。这个月生写是汉服，我有作诗给我推跟观众推。哇，收到一波彩安活泼，谢谢，好酷哦，好酷哦。我的国文造纸没有那么好，我只会造纸不会造诣，对不起。对啊，我 A 还没有完售，我握手会还剩 A 部 ，but 现在还有合照会。我跟你讲，我是认真的困扰，合照会没有灵感了，我是真的困扰。Shane 是活泼还是吵？蔡雅恩吵的话就只有四句了，蔡雅恩活泼就有五句，所以当然要活泼啊。不会超强的，我直接一个 respect。对啊，蔡伦是我祖先，真的是我祖先啊，人家又姓蔡美。你会找阿 J， 嘿阿 J， 鬼良气。对不起，我讲的是连杰克曼的梗。合照会要穿，是不是？哦，我的，哦，真的很生气。我一定要讲 ，Hello， 流星。我要讲的就是合照会跟握手会要花的心思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都在同一天的话，我真的，甲恁讲拜拜呢，我真正袂当的啊！我不要做啊，不要汉服啦，要汉服吗？哎，中午很多没有看过的人呢、欸，
嗨嗨嗨嗨嗨嗨，谢谢你一直按罐头啊。鱼宁，我应该要叫你鱼宁还是宁？因为那字念宁，但有人喜欢被宁。哎呦，有人说什么不会拍照，这次只会找握手，不会拍照，没关系，握手那个合照会来的太突然了。婴儿爆炸，婴啊，蹦，等一下爆炸怎么念？婴啊，不会。爆炸，平常会用爆炸讲台语吗？爆炸，我们听，我们听，怎么办？太过分了！你看，对啊，大家，如果是我，你们会选合照还是握手？你们握手会，握手券都填完了，然后突然跟你们讲说可以合照。那你看杨雄现在真正鬼的凉气哦。真的不拍了，不拍了，怕，爆，哎，妈，爆炸怎么念？你会吗？台语哦，阮爸无伫咧家，爆炸，妹妹，我合照要穿谁的圣诞 T 去找你？我那时候没，那你不穿好了。蹦起。嗯，真的、哦、不是吧？合照的部分等年终下来再决定。我觉得这要对你们爆炸，鬼耶！对啊，我们在啊，蹦炸。等合照会很久了，炫等一下，炫，你是第一次来吗？等合照会很久了，可是我们才去年才刚合照完了。今年，去年了。对啊，炫是第一次来，所以炫本来就在关注 TP 吗？就是有推，然后只是第一次下午我开直播了，所以就来合照、哦。话说我的券应该今天才开始填，没关系，我的 A 部握手会还没有结束哦。早安呐、啊，收了票，好久不见。Hello， 龟浦西东，阿森海，那时候没去啦。那炫这个字。念宁的时候当姓，所以应该要念于宁。可是你知道有一个艺人叫张君宁吗？大家都喊宁哎、欸，念宁当名。宁这个字当姓一定念宁，可是，在词里面有人选宁或宁，就像对看他本人，因为像我也是啊，我的名字是雅，对不对？雅跟雅。都可以念，听说原本只能念亚洲的亚，然后后来是名字念一念，大家决定念亚。可是就像我有认识几，我有之前有认识过同学，他也是这个字，然后他就喜欢被念亚，可是我就喜欢习惯被念亚。但是我们有国文老师就坚持要叫我蔡亚恩，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说，老师，我是蔡亚恩。亚是后来改的吗？我不知道哎，但反而大家都念亚，这不是字典上都念都写亚。嗨，大家好，我蔡恩，冲亚，嗨，蔡恩听起来凶凶的，因为就是四声啊，名字就是本人爱怎么念就怎么念，没错，就是这样，就像日本人的名字，也是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周师傅听起来好像。泡面吗？哎，那是康师傅。Sorry， 万宝千，庾澄庆也是念宇啊，大家都念宇。好了，我们就不要再强迫我们搞懂这个字音字形的部分。印象中国小念亚洲，后来变亚洲，好烦呐、啊。那就讲 Asia， 所以你都念 I K E A。Hello， 微微一，哎，讨厌你居然用这个名字吸睛，我真的是不可以念到你。Hello， 两毛五，好久不见呢、欸。妹妹直播好好笑，我跟你讲，有两个字是多的，是直播好好笑还是妹妹好好笑？你自己想一下。何恩 ，Hello， 贵州海了了，真叫凉气。阿吉呀，现在都说是好的，好，你就小周啊，你都小周，嗯。我都念 Suki 啊，
我都吃，哎，对，我也都吃石岐啊。我觉得台湾的鸡啊家还好。绘画妹妹好好笑啊！绘画是谁 ？Hello， 剑姐，好久不见。剑灵山出去有做剑灵山，你有看吗？你喜欢妹妹好好笑。妹妹不是谐星吗？妹妹不是，妹妹是王道行 idol。看不出来吗？怎么了吗？请问有哪里看不出来吗？剑灵山后半段很鸟，我没有看剑灵山，但是听说很好，前面很好笑。从前有做剑灵山，而且它不是有动画跟真人吗？我可以再说一次，我是王道行少女偶像 idol。什么壮出型？壮柱，我是壮柱型偶像。切，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嫌我额头还不够肿吗？王道行爱豆的，谢谢。有人恭喜我考完期末炼狱了。我跟你讲，我不过就是用了一点点小招数而已，然后把自己困在领域里面不出去。什么时候开壮柱旅行团？我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出个国啊，换个证。要上来很难的好吗？我撞得住还不开放参观，就跟女王头一样啊，他怕撞一撞会撞断，所以女王头已经摸到要断了，所以不可以，真的。脑袋声音响亮，我一定是装太多东西，东西跟东西之间的碰撞，你知道吗？考王董行，考完分两。考完分两种，一种还要再考一次，不用，顶多再上一次，不是再考一次。妹妹有看咒术？有啊有啊有啊 有！我之前在开始看的时候就跟你们分享了，我还因为咒术的关系跟微微骂聊起来，微微骂 ，you know。Hello， 原 life。壮之呼吸第一次低头滑手机没有，我们就是非常的安心，是跟在大家屁股后面很安心。午安午安，原 life。可以在合照会表演壮柱吗？那你要叫怡真来啊，好颜之柱，移动型好颜之柱。如果他在隔壁，我就撞给你看。原来让自己好像有 OPAS 的领域啊，对自己有效能可以干嘛？就是。人本来就是骗过自己就相安无事，大家。我跟你讲，我看不到 Mina 当时的笑容，因为潘 Mina 当时是直接，你知道，就是整个蹲下去，然后抱住脚的那一种嘛，就是他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然后所以等于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只知道他一直在笑，所以我才一开始想说他是怎样，就是跌倒还是撞到，我都还没有注意到是我自己。笑倒在地上没有错，可以截图放 IG 吗？你是说我撞柱的截图，还是你现在截图？我现在不会撞给你看，所以独家笑容对 Mina 的笑只会对着我笑，好开心哦！爸爸，我跟你说，只有我可以看得到 Mina 那样猖狂的笑容。对啊，你们得不了。你说我讲完 Mina 笑之后全场都笑了，然后前面撞柱子都没人理我，是不是？对，没错，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截图没问题啊，你截吧，但是应该很多崩图哦，你可以慎选。我要考验你截图的功力，本台直播通常十张有九张是崩，一张超级崩，这样子。面霸下次去接我，面霸不会来接我。面霸倒不是浪漫的男人，你知道什么叫做接人家下班的感觉吗？哦，你看妈妈的眼神，哦，妈妈她，哦，不哭，没事，没，她已经算什么男人？她算什么男人？20年前，啊，就刚好我出生前。看到一个帅帅的。
帅帅的小五十。摩托车。对啊，小五十，小五十，小五十有出帅帅的吗？以前摩托车小五十都好帅，像什么小绵羊啊，兜风啊，太老了啦，迪奥，我只知道迪奥，野狼一二五，哇哦！所以是我害的、啊，对啊，你刚刚讲二十年前，刚好我出生前呢、欸。对啊。所以我出生后。谈恋爱的时候才会接你。我。家的就是。二十年前我出生了，已经不是谈恋爱了，都已经结婚。25年前，对，追风啊，野狼啊，30年前。对，他30年前就去骗你的，那他会对你冲冲冲冲拉风，引擎发动 ，Let's come on， 引擎发动，向前跑，哒哒哒哒哒哒哒，面霸的嘴，骗人的鬼，男人是不是都这样？轰打豪迈是经典，嗯，轰打不是机车吧？碰打碰打不是本田名流啊，名流吗？名流100，名流是100还是125？那时候郭富城代言的奥多拜几吧？郭富城DJ One，是吗？那时候不是哦，那我们比他更早。好了，无所谓了，我只看名流100。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要相信面霸那张嘴。我就算娶回家，还是会等一下。本台不是我爱红娘，你不用卖你自己，不会有人跟你相亲。好久不见，杨哥，从机车坐到汽车哦，也因为面姐的关系入坑剑三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在玩了耶。那你选啥呢？门牌是机车啊，而且车灯会先开，哈，车灯会先开。那就改个名字就可以了，名流是125对吧？名流是125，你刚讲100，我就想说名流是125，名流也有100，啊，那125呢？跟眨眼一样哦，所以他那个车盖可以掀开是这样吗？女王 ，Hello， 名流好像都有出吧？我记得我好像还有看过名流的车哦。配菜的白饭，嗨，白饭，你知道配菜不能没有你吗？虽然我不太爱吃白饭。有150吗？有吧。Hello， 阿斯秋风，这个时间没有在上班吗？是不是大家其实礼拜六，为什么走音？礼拜六都还是要上班，很多人跟我讲说没办法来。还有某位在当兵的孩子还没回家，每天都在说。哦，对，2月20晚上6点的场，所以不知道大家补班补课会不会有办法杀过来，杀，摔腿断腿，我跟你讲，我最讨厌唐门了，因为我奶不到，你就去隔壁断腿吧。Hello， 流星，嗨呀，谢谢流星的一战千辛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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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谢谢剑骨的 Mojito。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什么微醺时的眼眸，我忘记了。我们来听一下，噔噔噔噔噔，糖不用太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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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到票就直接请假。我觉得大家 Mojito， 大家。我真的觉得合照会真是太狠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可以说什么。你想去 mini concert， 你是不是想去 reset？ 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才不会有微醺的问题，他就直接倒了。这是啥歌？这是周杰伦的 Mojito。谢谢艾斯的追风，追风，哎，追风是不是有一台车叫追风啊？是车还是机车？机车哦，机车才去追风，冲冲冲冲，拉风，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一瞬间踩下油门，什么东西？冲冲，亮灯灯的风，的，风在我脸
什么对爬对啊，那首怎么唱啊？在我冷冷的那啊冷冷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对不对？冰雨啦，吹好紧绷哦，哇！哎，青云，你一下进来就马上接到 get 爆，直接 get 到。你等等唱这首歌好了，你说冰雨吗？我不要，我只会刚刚那一句。谢谢，哈哈，谢谢，好久不见，玉宁，玉宁，你知道我是我们是谁吗？就是哎，我也想问炫，炫刚刚讲 mini concert， 那代表他关注很久了，所以炫有喜欢的成员是吗？地主的招牌，坐落着就像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你直接 get 到，对，你整个有 get 到哦。我是最会虎烂的女团之一。握手合照都好啊，粉丝要自己选择，没错。但是就希望大家不要太吃力，毕竟哎，可是我们办在3月13、3月14，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Because 因为春节刚过完，领红包哎，但是他们这应该是包红包的年纪哦。Oh, I'm sorry， 春节完哎，爸爸，你包完红包之后会很穷吗？你春节包完红包之后会很穷吗？不会，不会，你包太少人了，因为比我小的太少了。哦、嗯，那怎么办？以后就有更多了，妹妹。我已经当哎，妈咪，我当那个姐姐的女儿，我是谁？堂姐的女儿，我是谁？就是堂阿姨啊，阿姨，不是阿姨而已吗？姑姑。姑姑阿姨，有人讲阿姨耶，不是耶，我哦对，你讲阿顺，我感觉你伫咧叫我的酱油呢，问到阿顺伫咧家，一律叫阿姨，阿顺，你哎，我刚刚有没有叫到阿顺？哦有哦，阿顺伫咧家呢，要发红包，发现亲戚变多了。你放心，什么就断机了，休断。你放心，当大家来不及加握手券、合照券，还是可以买的。没错，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就选择吧，握手跟合照。我如果是我自己，我会选择合照啊，但是合照肯定没有握手券开放的名额多啊。阿姑恭喜发财，好阿姑金起来啦！哎，这个梗好老，怎么会有人知道？不对，我怎么会知道？哈哈，子毅，有有有，我也还在领发的红包，只有给你的粉丝，我看到了。我要讲什么？不对啊，其实就算要发红包，但是不是会有那个吗？年终，好严的嘴脸。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妹妹骗人啦！哎，阿哥金姐，你试一下。真的，哎呀，清淡吗？嗯。啊，刚刚是不是笑笑？哦，哇，被拐到了，分掉，把它分掉，套路。想聊天，哎。不行啊，我怎么变那么笨啊，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办，我居然被笨到了。想聊天吵架等于握手会，想母堂动作。没有啊，没有吧，你没有母堂啊。我合照会我们都没有母堂啊，我们都挺好的吧。我也觉得我是还没睡醒吧，我怎么会中了这个套路。他的这脚不太行。我没有要被他 Q， 我真的太好 Q 了，我真的不行啊！我真是做人怎么可以这样？嘻嘻，亏你还听得出来，我听得下去，我继续讲干话。只要赶快玩一波 PS， 他是谁？
是 PSP 而已，对不对？ PS4 的造型悠悠卡。哎，最近出的是 PS4 吗？悠悠卡收到了，你要看，他已经预告了多久？2年有没有？1年多？现在哦，已经出到 PS5 了。爸，你还在 PS4？ 哎，还有了没有收到？没有，刚刚那个是 PS4， 但是丢好远，没有了，刚好在床上而已。他的生日礼物哎，一生居然生日礼物，那个很难买哎。爸爸预购了，这半年吗？没有半年，有1年多。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发货，有了，发货日期写2021，我还笑了很久。他要哎，炫的要等到2022年的2月。对啊，因为他一直出，我记得雨晴已经用很久了，对不对？是哦。哎，志宏，刚送熊抱的是志宏，然后我居然还转头看你，然后还被笑笑拐到那个要啾啾，太惨了。我们还没开脑，我待会开脑开开会变成 Lucy 吗？我会变成 USB。PS4 已经成追忆了，这首歌很适合安静。我说你也曾想过了，不相信晴天，不哭了，不哭不哭，原来是珍珠啾啾，乖乖，七七的已经怎样？七七，我只知道他的耳机不见了，请问 PS4 怎么了吗？也不见了吗？USB 是用来装拼图的歌吗？那个还删不掉是不是？就是原封不动在里面就有拼图的歌。我的对 PS4 的悠悠卡是订购的，是我爸台湾人的天性。PS5 何西，我还好哎，我好像很少玩这种，因为都没人陪我玩啊。我们家有 PS3 还是2？那是3还是2？二，天哪，我们家有 PS2 3 4 5 6 7 8 9 10 11。二，对，阿姨当初抽到的。阿姨当初抽尾牙抽到 PS2 是我们家第一台游戏机。But, 就是对啊，十几年了，二是古董，请问古董现在卖有钱吗？现在卖出去有钱，谢谢乖乖的捕梦网，哇哦！哎，我还有跟捕梦网的合照，但是我没有，还没有放，希望可以捕捉大家的，哎呦，把大家的噩梦都捕起来，然后创造好梦。这是我床头前的捕梦网，现在是爸爸的床头。呀没那么有钱的古董，我们可以陪玩7秒300。请问，哎，陪玩跟握手差很多，好不好？那个，哎，而且是黄色的耶。刚刚那个是谁的？也是黄色的。这是捕梦网啊，谢谢 M 开。哎哎哎，真的很像哎，虽然我的这个没有羽毛，下面配羽毛不一样。而且它是绿色的配色，它是捕梦网。加，哎，我好棒哦，我真的是具现化了捕梦网给你们看，但是它里面的结不一样。黄色蜘蛛网，欢迎来到黄天地友情。礼物的比较红，比较华丽。我忘记这个是在日本买的，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哇，现在是面霸的床头，对，面霸被赶出房间，不是啦，日本，去我们坐船的那一次，坐船的那一次。石原岛，然后他们有手工做捕梦网，不是这个岛，这是怎样？这是岛，这是点头如捣蒜的岛。它叫做石原岛，具象化系是我，什么面塞捞鱼的？
天地有局。这个道具很像千年轮，哎，我忘记千年轮长怎样了，我只记得那个游戏 boy 身上的项链。晕倒十人就可倒，轻描淡写的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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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危机。打呼的很厉害，太坏了，爸爸，爸爸赶扣就赶扣。桌上那个哦，我爱七月半，粉丝七千万，这是那个。你跟我说很辛苦，夏夏不会动。夏夏半夜就不小心，就是可能亲你一下，然后醒来之后，他就会在地板上。他根本就没有阻挠到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我们俩之间没有亲李淮河，只有一条虾，是不是？哎，不是啊，重点是虾平常我都抱得挺好的，好不好？这个垫子哦，这个不是脏，这是我要跟你们炫耀，这个垫子上面是奖状的痕迹，你们知道？哎，我拔不了，拔不出来给你们看。就是奖状不是还有红色的那种印子吗？然后我们家之前都把奖状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叠好几好几叠，然后结果发现会硬，因为天气太热吧，反正它那个油的那个印会印到垫子上面，然后就会长这样。对，奖状整个反应过去，哎，我直接傻眼，然后。虽然说我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到我这次得了什么奖，而且我总觉得上面还有课表会转印，什么时候的奖状？下雨了，下雨了！我刚我现在在放的这首歌叫《晴天》哎，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求现在的奖。奖状的惨状，以前有印过整片的通讯录，可是都是我从学校带回来的吧，所以就不会特别想要换掉垫子啊，因为也不太用，我平常不坐这里。基隆下雨了，请问一下你们湖口目前是晴天，大家不停的在把自己的地理位置报出来。Hello， 上次点的 New Nevite， 到底怎么念 Nevite？ Nine 应该是 Nevite 是吗？还是 Nevite 好听吗？我觉得呢，这就是我完全没有碰过的音乐领域，导致我现在一点印象没有。我嘉义晴天，新竹晴天，湖口晴天，风大，信义目前还没下雨，松山下了，松山下了，松山下了，台南大南部很应该是不会。我跟你讲，快去了，好不好？基隆的雨快去了，花莲阴天咯，芦洲阴天，要下了，要下了，芦洲很快的。既然松山下，东京下雨了，经济之国呢？下雨了没？呀，桃园没有摇。哎，这是我们上一次地震有了，哪里说没有摇？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人在台北哦，就我在宿舍嘛，然后我就问老大，他住基隆，我问他有没有摇，然后我妈跟我说有摇，有点紧张，然后老大说哈什么我没有感觉，所以应该不是地区的问题的。乌梅没有摇，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林口是不是有点远？林口在哪里啊？ Outlet 三井 Outlet。刚刚对我知道，我知道啊！上一次我们有点说有基隆的代表歌曲，我跟你讲，我不说还好，一说完之后，有一堆人传了一大堆，就是关于基隆的代表歌给我看。But， 都年纪都不是我这个年代的嘛，所以桃园新北交界处在哪里啊？桃园跟新北，桃园在左下角，对不对？下面。新北在左边区域，下面是林口。我不是四十吗？没有啊，我四岁。我今年四岁。Hello， 47，我今年四岁。说四十的喜爱 Hello，
我已经阻止不了了，我女儿的部分。起来喊肉羊熊，哎，等一下，羊熊升级到二了。等一下，我跟你讲，麦哥之现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连羊熊都升级到二了，我怎么可以不升级？他已经连砸三个了。但是麦哥之，我跟你说，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不需要比，不需要比。你不要看进度，你不要。我们还有合照会，对不对？我们有握手会跟合照会，我们这种时候不用冲冲冲冲。他回我好啦，叶不明月，他怎么办？大家都记不得哎，记不得。杨雄，你看，你看看你，你这什么意思？你现在就害到人家了吧？合照会再砸嘛？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哇，风渐渐可以把距离吹得好远，请问对方是有多瘦？差五个，不需要，好吧？我们未来再见，我们未来再见。Hello， 七月，使用了激将法，效果拔群，我已经看到了，他一瞬间丢了四个呢。罗杰 ，Hello， 这里丢派跟车不是。那个本台主播没有汽车驾照，不太适合开车，希望车队不要再来了，因为我很害怕我家女儿突然。我跟你讲，我家女儿是认真，而且你知道吗？她那天跟我讲说，就是她觉得大家都觉得她一定考不过驾照，或者是说觉得她很危险，她说她就被击倒了，她说她一定要过，她一定会考到驾照给大家看。收了票，拜！上班加油，请在林杰星还没有考到驾照这段日子好好的过下去。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仅存的美好世界，平安的几天。未来难说，人生世事难料，大家加油！面店标语的那个怎么念啊？那个怎么念？你是说这个吗？说吧，还是说伊拉沙伊马塞，就是欢迎光临，是吗？杰西好可爱，我也觉得林杰西如果不骑车就更可爱了。不是，还是你说上班的位置慢，还是你说吧啊？你是说，这个好，这个哦，自动上班你一日用呢？这个吗？自动上班你一日，自动上班你一日，阿吉慢是吗？我忘记胃怎么念了，是阿基吗？就是知道 soba ni ru 呢，就是知道是一直，然后 soba 呢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在旁边在身边，然后一种 soba 是指荞麦面的意思，然后我的昵称就是 soba， 所以我就把它用成香，就是那个叫什么双关知道 soba ni ru 呢，就是指说会一直在你身边哦，这样子。对，阿基不是谐音啊，它就是同音啊，所以是双关吧。计划通双关语，我会先替教练担心，那是开车才会啊，骑车不会啊，他应该是先学骑车吧。知道说把你一路哟，对，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哦。知道扫把你，知道扫把你，少一个你啦，知道扫把你一路哟。没错，谢谢大家。骑车也有驾训班，骑车通常不是自己摔残了就会了吗？七秒直线最快传说，他七秒就有0.7就过了。七秒最快传说，可以啦可以啦，现在好像要上扎训班，好像之后连机车都要，对不对？自的扫把你一路哟，扫把一路哟，
自的扫自督扫把什么？我酱油梯上面本来要把扫把机们，哼，我对我的扫把可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好吗？好吃，0.73飙车，冲冲冲冲，拉风一起跑。对啊，7秒内，就是7秒都要待在那个框框里，对不对？我听说我妈妈是不是当初也在直线7秒死过一次？哎，你一次过，那死一次啊？前面的大学生，对不对？对，我因为我妈妈没有最一开始就学机车，因为我有汽车对，她是先拿到汽车才去学机车的，然后她去考，然后她说她那时候就去考试，然后结果前面。他说很多人死在7秒天堂7秒那一关，他说他前面一个大学生就是7秒骑太快，所以就没过。他是同期里第一个把公务车摔坏的哦。小硕公务车是什么警车吗？还是公司哦？把公7秒超简单，直线7秒，6秒压线，公司车公务车。7秒，很多人都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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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有成员去考驾照撞坏仪器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真的吗？会脚踏车就会骑车咯，那不一样啊，他们不用戴安全帽啊。7秒其实很容易爆，因为很顺，谁会戴7秒？就是直线嘛，而且才20公尺而已。我跟你讲，我有激他说，我觉得杰星笔试就不会过，然后他非常冷，他认真的说，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再激他了，我再激他的话会出事的。他可能满的当天他就去报了，我觉得不要，我希望他能够拖越久越好。那个7秒要用滑的，高中骑脚踏车没戴安全帽啊？哇，没戴安全帽，骑脚踏车没戴安全帽，我没看过我们这里的人骑脚踏车戴安全帽的，是骑多快？先考到汽车驾照加一，再学机车好抖，他真的会过。对啊，我真的不能再激他了，我觉得不行，我很害怕。7-0-0-7-0-0-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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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考驾照时最好玩的是旁边一个女生很认真的练习，结果笔试没过。妈妈，你笔试满分吗？哦，因为可以直接就看得懂标了。哦，我知道有机，可是现在已经没有50 CC 可以骑了。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才被迫去考它。那直接考路考啊？那哎，爸，爸，你当初考机车笔试有错很多吗？没有错，你没考。你85，一题几分？一题15分。在嘉义骑脚踏车没戴安全帽会被教官抓到，被记警告。我是不觉得把汉摩拉比法典写成孙子兵法的人鄙视会过。哎，我跟你讲，在场的大家有多少人知道以牙还牙从哪里来？其实我觉得从孙子兵法蛮对的，这也是一种战术。跟你讲，孙子当初写的时候就说，做人就要以牙还牙，对方做什么？我们就要烽火连天，杀过去，杀！文祖应该都知道啦，孙子兵法真的是太好笑，百倍奉还。你刚说什么？我妈刚说什么？哼哼哼！你刚说什么？哼，我真的没有在听耶，我很抱歉。Hello， 林嘉纯。正常来说不会选孙子兵法，所以能知道孙子兵法的也是不错啊，对不对？代表孙子的棺材刚刚动了一下，你要怎么知道了？上学骑脚踏车通常都会戴安全帽，真的假的？我没有，我上学都用走路的或者坐公车，我没有骑过脚踏车，因为基隆的路其实都蛮近的，然后就是走过去啊，或者是坐过去，公车也不会太远，只是基隆下课大了，乖乖。乖乖，不哭，没事。基隆人要强，就要坚强。什么时候还会有偶像生死斗啦？那个好好看。我们的运动会你追完了吗 ？Hello， 是的姑妈。合照会要不要？
Kevin。驾照大考验，杰星番外篇。国高中历史，孙子兵法应该是不是孙子兵法，对不起，汉谟拉比法典应该是国中吧？因为我那时候的班导是历史老师，所以很可怕，出现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等他们比较有空吧，下次就全部特爬哈。拜拜 ，Team， 加油加油加油，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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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绵宝宝，哇哦，这首歌还敢打哈欠，我才刚醒呢。噔噔噔噔，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我只是要跟你们报告期末考完了吗？我喜欢你的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睁大，假装无辜，原来以后是无辜。心里没数，转你的竞争太残酷，都猜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我跟你说，他上面说那个收的礼物装了一仓库，我一定要跟你们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正妹朋友，就是真的很漂亮，然后他们家基因都很好，所以他们家弟弟也是校草等级的，然后呢他每一次就大概，我不太懂，我真的不太懂，身为女校没有经历过被送巧克力这件事情。哎，请问哦，你也是女校？哎，不是，我学姐，外面的自我学姐怎么办？Hello，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叫你，对不对？我上次也问过一样问你，奥奥可哟，奥可哟，我上次是这样叫你吗？然后反正我的这位朋友呢，他弟弟也很帅，然后但是他是读私校，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私校有这样的习俗。我之前有问，啊、真的叫 Alco 有 OK OK， 那我 OK 的，我下次还是会这样叫你。就是，听说我之前问 Mayu 说，他们日本平常情人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送巧克力？他说，在日本高中国高中真的女生都会自己亲手做巧克力，就是送给喜欢心仪的对象，然后也有真的有人情巧克力，就是真的会特别就是送给朋友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哇，台湾真的没有这个习俗，就是至少你现在叫我做巧克力的话，我想到就是我去 7-Eleven 买一个大波露，然后把它融掉之后再加到一个就是可能有膜的框框里面，然后倒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大波露有形的巧克力，这算是自己做的吧？不然请问一下要怎么手做巧克力啊？这件事情都是这样做吗？是不是都这样做？就是大家就知道，而且大波露很甜，都真的是这样做吗？哎，跳跳糖的巧克力超好吃的，我觉得大波露也可以吧。反正我不太懂，是不是只有私校的女生会这样？因为本小女子高中读女校，没有被送过巧克力。有啦，有送过啦，但是我们就是可能情人节对朋友就会说，哎，你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吗？然后可能就伸出小糖果之类的，也顶多这样子而已。然后反正他就是只要到情人节，就是二月跟三月的，是不是有白色跟黑色？我有点忘记女生是送什么，女生是送黑色吗？然后如果男生有兴趣是送，就回送白色情人节吗？的时候，反正这不重要。总之呢，他每次到情人节前后呢，就会说，哎，我家巧克力太多了，我弟带回来的，你要不要过来帮忙吃？好啊，带个几颗来吧。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意外，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胆小就算我活该。在白色情人节才，我的感觉要怎么办？是2月14跟3月14吧，不是3月14跟4月14吧。
你才不懂，明明全部跟你有关，才奇怪。OK， 没错，所以我经常性的吃到了别的女生做给我朋友的弟弟的巧克力。谢谢大家，我要跟大家分享。太难过了吧，太受欢迎了吧。我就编，没有，我不编啊，我就是因为不编我才至少得到那个巧克力好不好，虽然不是给我的。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对啊，但是最一开始西洋的就是2月跟3月啊，后面1月我跟你讲还有什么抱抱情人节、亲吻情人节，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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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情人节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张图，但是谁 care？ 谁 care 那些情人节？只要有情人，天天都是情人节。麻烦去找情人节，是你们的情人节，林杰，有看到吗？刚有人把情人节打出来了。只要有节，天天都是情人节，你就知道，你只知道是情人节，那不就是14号都是吗？我跟你讲。情人节算什么？双十一过不过？双十一过啊！双十二过不过？买爆！我觉得太扯了，因为连一月十一他现在都免运，你们知道吗？一月十一，十一号是什么节？买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过十一号哦。十一号就是一个很棒的日子，所有东西都会便宜一点的日子。沉默，这次要突破，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对抗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一百种叫各位买爆的节日。十一，双十一真的很可怕。下一站就叫幸福。就烂，嗨，就烂欢回。一月三线买炮，一月三线直到一月22号截止，对不对？一月22号晚上6点，所以希望大家在当天之前可以不要当压线长。一月三线大家买兴趣吗？汉服买兴趣吗？我超级多人误会很大。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来看直播，那我也不用解释了，算了。那我要解释一件事情，我要说了吗？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我对于他们找虾皮网页这件事忍不住了。十三鱼的本店在淘宝，大家可以去，如果真的想要购物的话，可以去看淘宝的。然后那一整套包含大秀衫的话，是大家还是可以去淘宝看，因为虾皮的代购就是假的啊。因为虾皮出很多，你知道十三鱼它是算是大厂，算是汉服大厂，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会做假的，然后材质就会差很多。刚刚睡一下梦到我，等一下是梦到噩梦吗？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梦到噩梦。Hello， 白虎，虾皮比较好用，可是虾皮都是假的，基本十三鱼在虾皮买不到真的，对，所以汉服很多假的，像是说，其实假的差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绣花，对，丝质，因为是其实老实说，十三鱼的材质没有到非常厉害，它不是材质上最强，但是因为它是那个设计感很好，所以很。比较偏贵，但是在如果你就是材质已经不好了，然后你在虾皮买假的话，就会非常的，哎呦，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查了，没有拿到后怎么知道材质？你要看啊，一看商家就知道了，基本上是真的，他会告诉你代购，就是你看就知道这是代购厂，因为他们很多都说什么跟厂商拿货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都是假的。cos 服的话比较没有真假问题，除非它有牌子，像是 U 加，然后或者是说假发，有些会假发就很重要材质嘛，因为有些发量跟就是好不好整理，所以有一些会
跟你讲假的，就是说是有牌子的，然后就会拿到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哦，一摸就知道不是，好气哦，直接送东京买吧。To Alice 呢，其实你在台湾买会比在东京买更便宜，因为 To Alice 是中国的牌子，对，厂商拿货的几乎都是假的，就买到哈，乖乖。等一下，乖乖，你买什么？你是说 cos 服吗？还是面面是不是很喜欢 To Alice 的衣服？为了活动会摆，但是平常毕竟 To Alice 的衣服不会平常穿啊，所以基本就穿给你们看而已。哦，京东哦，另外一个商城 cos 服。cos 服就要看了吧，看他本来有没有，像是我买 cos 服没什么在顾牌子的，比较少，有之前很喜欢一家什么，好久没买了，我有点忘记哪一家，那个三什么三分之一吧，是三分之一吗？活动真是好借口，没有啊，我就穿出来给你们看而已啊，然后就要卖掉，但是他们到现在都还在我的衣柜里，为什么？梦里什么意思？太过分了，现在不温柔吗？我也是温柔香啊，对吧？不温柔吗？今天下探几度？8度是吗？晚上礼拜一才下探，所以今天没有很冷。今天开始下探，会慢慢探，是慢慢下啦。魔法少女那套什么时候要上先写真？魔法少女不会出现，因为没有那样的主题啊，而且已经看过了。我原本汉服也不打算生自己的，因为我原本是认真的有想说要不要汉服出现在握手会之类的，但是最后就打消这个念头了。而且就算汉服，我觉得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哦，就是汉服出现在合照会的话，其实汉服有点跳，就是跟大家合照的话可能不会好看，就是跟警官服比起来的话，那个感觉很跳痛，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在跟人形立牌拍照，所以我觉得合照会应该也不会出现汉服。我现在都在给你们打那个也强心针，因为我还没有想到合照会要干嘛。哦，好烦哦，我不知道，好痛苦，有人要许愿吗？是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对抗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最近零回应，想不起来，你说我吗？你说我对你零回应吗？命，然后你是想要我再逼你跪是不是？船到桥头自然卷啦。有穿古着吗？不行，太吃力了，大家会觉得很跳痛吧。你们还要去找别人呢，时间还很久。船到桥头自然卷，我要认真看留言。三月还早啊，搞不好你到时候又会有新花样。人到囧途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相信。会看到一堆鸟。上一次合照会不会是在快要开始前才决定？怎么觉得当天场外会很精彩？有古着没有古着，汉服香啊，那大家就穿啊，要穿啊。我没好看的衣服，你的部分好看就好。我怎么有一部分是好看的就好是吗？你做出的主意你也要找，佐益生菌 OK 的啦，他到时候就像从漫画走出来的。等下看完我的直播来去睡觉，这个时间睡觉吗？回笼觉吗？只要是面都好，你最好就来找我哦。你穿燕尾服啦，哎，我真的没有礼服，完全没有，都不要。等一下。都不要说，这样才有惊喜，所以我没有说啊，我根本就还没想好，搞不好半折直面就会出来，说穿西装之类的嘛。阿冠也是第一次来看我吗？怎么会感觉好像很懂一样？怎么了？哦，我有穿过韩服，这可以炫吗？是可以炫的。
是我。大长今，这是韩服啊。小时候几岁啊？小三四岁。小小班几岁？五岁。没有那么小。四岁？没有啦。没有，还没大班。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哎，好像是四岁。那多大了？七都已经国小了，四五岁，那个时候也太久以前了。现在20岁，十五年前。15年前，大家，因为那是30几年前的照片啦。现在50年前才是彩色，是不是？35年前彩色很贵了啊，就是。妈的，小时候就是黑白的了。35年前的，年轻真好，对吧？哎，命不见了，命不回我了，命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欺负我，他刚说我不回他，他就不回我，他是不是冷处理？他真的走，他真的走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在听？居然小17也听了，为什么会上小17？没办法上榜了，上榜了耶，怎么办？我们要干嘛？你在做什么？在做些什么呢？蜡笔小新，鱼鳞好小哦。满14而已，哇，比我们家妮妮还小啊。我们妮妮今天满16啦，耶，大家耶，嗨，欢迎光临，耶。好，我是不应该要自我介绍，然后播着别人团体的歌。明明就满16，哒啦！我是 AKB48TP 的成员，是不是有人不知道 AKB48 呢？其实 AKB48 就是在日本的一个大型女子团体哦。然后你们一定有听过一首歌，叫做《I Want You》，I Need You， I Love You。如果真的没有听过的话，没关系，从现在开始让你们认识。那 AKB48TP 呢，就是 AKB48 在台北的姐妹团。我们有日本人吗？虽然我们也有日本成员，但是主要都是在台湾活动哦。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出到4张单曲了，是不是觉得前4张都没听过？是不是觉得，哎，等一下，我怎么根本不知道这个团体呢？没错，那就是现在啊！既然都出到4张了才认识，是不是应该好好把前面补起来呢？而且我们每一张单曲后面都会有一个握手券的序号，只要呢把这个序号上填，填到网络上。然后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成员，3月13以及3月14号就可以到松山文创园区来一场属于你们的握手会哦。我是 AKB48TeamDB Uni Daisy 的，一起正式生菜哦，请多多指教。
好，我的昵称是面面，也可以叫我荞麦面、荞麦面、奈奈都可以。然后下面是我的 IG CHUNANA_AKB48 TTP CHUNANA _AKB48 TTP， 请多多指教。如果你觉得我们是特别有日本日系少女感，然后你想要听日文的话，以下是日文版本。はじめまして、私は AKB48 の台北の姉妹グループ AKB48 TTP のメンバーです。そばと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こ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チュナナ AKB48 TTP。インスタのフォローもよろしくね。うううわうわはは。深圳之夜夜夜夜，微不足道的是永不交挂念。答对，我四单了，因为现在是在家呢，已经开始了寒假。九段，我想到我还没有给你兑现，对不对？又不能欠过年，但是今天没有 feel。九段会不会一直被欠着吊胃口啊？这样子九段就会一直来看我直播啦，得修。主播好可爱哦，想去买一张单曲，没有问题。现在呢，到各大唱片行都可以选择，呜吼呜吼吼。然后买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回家刮刮乐了。而且呢，3月13日以及3月14日当天还会有举办我们的合照会。合照会呢，跟握手会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然后跟我们的成员合照，但是是以工作人员拍摄哦为主。然后当天呢，当天的流程我其实不清楚，但是合照会的话是另外买别的特别盘，对不对？已经补货了，已经补货了。呼呼呼！地标位置真的，昂首挺胸的走。呼呼。CD 要去哪里买啊？刚刚好像看到中立的光能，还有这张哦。我跟你讲，合照会的专辑礼拜一才开始卖，所以现在大家只能填握手会了。那你们想要在哪里买？在哪里买呢？就是五大、光南、佳佳等等的大型唱片行、连锁唱片行都有。那当然，小的唱片行也都是有的。然后，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唱片行的话，像光南，我刚刚有讲到，对不对？光南也是有进我们的单曲，但是要看有些光南是用预购的，有些是现场就有。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经过就去看看咯。合照会的话是周二晚上8点开始卖，周一的话是卖我们2月的 reset。那刚刚有人说 mini concert 是什么呢？其实 mini concert 呢，就是我们在有公演之前叫做 mini concert。最近开始呢，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定期的公演，叫做 reset。reset 公演呢，它就是一套16首歌曲，然后每一首歌曲有不一样的故事情节，然后每一首连接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起承转合。如果你平常看到 AKB48 都是可爱清纯型的，想说这样就很没有趣的话，欢迎来到 reset 公演，看我们帅气，然后或者是凶狠打斗，然后把人家头发扯爆，把人家衣服撕开的画面吗？对。欢迎来到 reset 公演。这一次2月是在2月20以及2月21，我所处的 UNIDAISY 是在2月20日的晚上6点，礼拜一会开麦哦，所以大家可以抓准时间去看一下资讯，然后准备好你的假期，请放在2月20，然后晚上来找我们吧。江江正，我们会把对方扯爆。我好想知道有些大大怎么能够有20-30张握手券，是买了20-30张专辑吗？没错，我们这边有非常厉害的大大买了20-30箱单曲。有这么扯吗？20-30箱衣服直接撕开啊，我都把人家裙子撕爆了那种。防疫也要准备，没错，所以我们在握手会结合照会的话，都会有一个良好的那个 social distance。我们都会有一个社交距离，请放心。reset 还有 MC 时间 ，MC 时间算是一种推销吗？有需要推销 MC 时间吗？主播的脸就像是在演出中被打到肿起来了。管理
还是应该按举报管理禁言，踢出直播间，永久踢出直播间，踢出后可在更多管理中解封。更多，我记得我的浪life没有更多这个选项，所以我应该就直接按这个就好了，对吧？雏菊龙卷风不会再有二了啦！给我的没错，直接分掉。新店写新年寄托。谢谢大家今天特别来抢红包，希望大家刚刚都有好好的被我强迫性的听完自我介绍。那再跟你们介绍最后一次，我们叫做 AKB48 Team TP。如果觉得很长很麻烦，可以叫我们 Team TP 就好。但是可以记得我们是 AKB48，AKB48 这样讲会比较好了解吗 ？AKB48 现在到我这边是第几代了？我们不是算几代几代的，因为我们是姐妹团。如果是本团的话，就是有几期几期几期。但是我们不是本团，我们就是姐妹团。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就是我们是第一期，目前到二期了，然后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规划。笑笑自张嘴，怕怕。发尾都是头，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生活？第十几个姐妹团了，真的有那么多吗？有，我看一下 AKB48 Team SH CGM48 NMB48 HKT48 BNK48 NGT48 STU48 MNL48 SGO48 有没有少念的？兴高采烈，总习惯压抑自己设下界限，身旁困扰谁？有礼貌懂得收敛。现在开始无所谓，丢掉防备。SKE48，尽情宣泄。STU 海上团，TTP Festival。NMB 刚刚有讲到，HKT 也有讲到，NGT 也有讲到，都有讲到，我刚刚全部都讲到了。STU 的确没讲到啊。STU 有我刚刚讲 STU 是没有讲到 SKE 吧？对，因为我这边列表没有显示到 SKE。大气拍手，为啥会有 TTP 啊？或者是直接三个字母的那种 TTP？ 没错，因为 AKB48 呢，其实它有分很多子团，像是 Team SH 跟我们一样是 Team， 然后他们还会有 Team A、Team K、Team B、Team 4、Team 8。所以会直接简说，因为太长了 AKB48 TTP 没有办法，大家没办法讲得那么迅速，而且一般人第一次听会很难记得这么长的团名，所以就会有人讲 TTP 或 TTP， 但是多数的认识我们的人都会先叫我们 AKB 的。对，但是因为我们是毕竟还是跟本团不一样，我们是 TTP，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叫我们 TTP 哦。越跳越长啊，时空里里每个发尾都是头，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线索？要让身体好好感受。一起唱。11点是吧？我会暴毙吧，大家！谢谢 You 的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周志祥，你的名字跟我朋友一模一样。天哪，我们是第一次见吗？对不对？不然我对你的名字一定很有反应。志祥，出征家。切尔东的比心，你就是要叫外送，你是市场名。哎，不是啊，我刚刚讲初次见面吗？没有，不好意思，我现在是突然对你的名字，对啊，我为什么突然对你的名字，我才反应过来，你叫志祥，我是不是平常很少叫到你？
哇！而且一字不差哎，我看不对啊，我之前有叫过你的名字，那为什么那时候没反应？换名字吧，是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不是，不是。我之前就有回过他好多话了，但是我今天特别对你的名字没有反应。默默跟了很久，只是很少讲话。他是怎么认识我的？病入膏肓，被想念灼伤。我已经快要不会跳这首歌了。的地方出发，交错心不再平息，这份命运早已经注定。冰冷泪滴，下成大雨，要多久才能放弃？一个人的心情。哦，没有没有，不能说啦，只是我们不会提而已。开始对你的了不休息，居然是老粉。对啊，居然是老粉呢、欸！我的天哪，这首歌 MV 不是我们自己拍的吗？没错，我们应该说是这是算是大家的企划，对不对？该直播跳起来，不行啊，我真的不会。噔噔噔噔，出发！当时间跳和心在停息，和黑天和和红红，和寒海底，和寒大雨，要多久才肯放弃？啊！我想当初我还有教过吴绮慧怎么跳啊！天啊，我很抱歉，我道歉，我跟大家道歉。补充一下 AKB48 TeamTP 的前身是 AKB48 台湾研究生，后来改组为 TPE48， 现在在好言娱乐叫做 AKB48 TeamTP。 那 AKB48 TeamTP 的台湾AKB48 的台湾研究生呢，目前还有很多成员都有留在 AKB48 TeamTP 哦，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希望大家印象不要只是停在 TPE48， 现在叫做 AKB48 TeamTP 咯。加会，绝对比我还熟，因为 Uni Daisy 之前 mini concert 是有跳这首歌的啊。我们已经多久没跳了？而且他们连樱花瓣都会，我们也不会樱花瓣了。谢谢大家。最喜欢十口真理 ，Only Today。我刚讲 Uni Sakura 吧，我刚讲 Uni Daisy， 哦 ，sorry 啊，团爱。小三之歌，没错。无论多危险，想抛开一切，到一次生动的海边，狂潮的终点，下了车感觉，海风轻拂过我的侧脸，喝一罐路边。外套口袋里面，握住它体会温热的滋味，一个剩下我们的时间。其实我不是不懂，你已经是他女朋友，纵容远离的冲动，请原谅我的不成熟。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昔，今天而已，只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将这一生爱。这是爸爸会跳的意思吗？统统沉入海底。我今天不太适合跳舞，我穿得很重哎、欸。被遗忘之前，被教会一百个人回味。请放上并且，这段我在唱歌。声音很大声，他说脚脚这样声音，哎，对了，可是我也会很大声，因为我换拖鞋了。消失不见，其实无法发倒流，那么都没办法重播。球面霸公演，我跟你讲，我超高好不好？我腿很长的。噔噔噔，只要有你，只要一起在手的下彼此的。
的灯，用任何语言静静地陪伴在身边，即使短短的一天，却比永远更像永远。等等等，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听我们念出口诀都很有趣，我们平常不会念口诀，但是听说我有干过一件很蠢。就是别人说我才知道，就是我会算拍子，因为我的拍子有点抓不准，然后我可能就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然后听说之前我拿着麦克风唱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会因为那一段可能特别难算拍子，我就会习惯练习的时候会算，然后结果就有人就假设怎么样都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们就听到后面的麦克风很大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他们说有人在台上听到之后就很惊恐，想说啊，是谁在算拍子？然后就说蔡雅伦他在算拍子。Oh my god！ 这是我犯过最大最蠢的事情，就是在舞台上。干过这件事情，可是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哪一首歌算拍子算得很重。Only to the 一二三四，谢谢大家。啊，我知道了，那个用 Junanano 也有，因为我们会有就是第五拍转头，第四拍什么第七拍下去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没错。永久なあの素敵なあの街へ歌を歌いながら。哎呦，没错，这就是我的日常。谢谢大家，我被呛过了。TTP 下的 UNIT 才是跟日本的其他姐妹团 TEAM 相同等级，是的，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感觉。Sega， 谢谢 Sega 的告白气球。首次看到我们彩排也很有趣，有没有觉得我们彩排很快速？那你们看完彩排的感觉是什么啊？我觉得好酷哦！二见面呢，不故意的，我下次会安静闭闭，我现在是点点。If I'm 点点 ，Nobody say you ego， say me ego。嗯，Hello， 星宇，无敌，无敌最俊朗。噔噔噔噔噔噔，嗯，这才是最糗的事嘛！哎，可是这，哎，有人呛我说撞到头是今年的事，我是今年撞到吗？开春哦，一月一号，对哦，哦，那可是这也不好笑啊！这个如果在公演的时候跟你们讲，待会大家就会认真的听，有没有一二三四？那还是不要好了，对。彩排那个啊，我们打扣也是要彩排的啊，怎么没跳整首啊？要彩排是吧？我以为大家都非常有默契啊。你们不是还要喊出来吗？然后越喊越小声。开春第一仗，今年会红，今年会红，真的。我撞完就有这个感觉，感觉我们会红。自己讲。你一定认为他太自以为，忽然间任性的来电。欢迎听问姐，欢迎王之前，比较幸福白白的浪费，额头很红，耶不啊哥哥把气球，哥把气球，柱子能够，主播好活泼啊，主播现在还不是最活泼的时候呢，有看过主播还能干嘛？主播唱点什么吧，主播唱点什么活泼的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很活泼吗？有什么很活泼的歌 ？Hello， 正邦，不要在一场游戏一场梦哦，我真的会打爆你哦！想要飞呀飞，哎 ，L 空勇，你不是挺久没来的吗？却飞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对，鸟掉下来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闭月羞花。刚刚是老风吗？你有看过《杰尼龟长脖子》吗？没有。你应该，我听过《好运来》，但我真的不会唱《好运来》。没错，君汉唱上去。大海，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什么河流？嘿嘿 ，Hello Hello， 嘿面包，你是要就寝了吗？面包会唱好运来吧？暴毙的暴，暴毙的毙，休克的休，必休。早安，午安，晚安。早安，午安，晚安。晚安啊，晚安。什么变会没对笑笑吗？你。姑娘的酒窝，笑笑，你不要再给，你不要再给笑笑安全感。我跟你讲，生气的时候就想叫三个字，这种时候可以叫他什么？你不要再给吴笑笑安全感了，吴笑笑，世界末日。不要世界末日啦，世界末日没有人跟我合唱啊。吴笑笑你干掉，你闭嘴，你听成晚安晚安晚安。Hyper 龙，不要 Hyper 龙， You can see me， 唱晚安喵。晚安。公演呢，这次2021年2月份的公演在2月20以及2月21号，主要呢都会在乌梅剧院华山1914文创园区，巴德路那里，对。这次的公演2月份呢，卖票是在下个礼拜一，所以应该是1月18当天的中午12点。详情呢，你要哪一个网址购票，可以上官网 AKB48TeamTP 查询哦。然后我们就是基本是200张左右吧，对不对？然后所以大家要记得抢 AKB48TeamTP Uni Daisy 场。 Uni Daisy 是在2月20号的晚上6点开始，所以大家可以去一波，可以去看看。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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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要唱什么吸引他的注意力？笑得你心里发寒，少女心，少林英雄吗？为什么口是心非怎么唱？口是心非怎么唱？哎哎，少林英雄有完整舞蹈版，为什么？啪啦啪啦，萨库拉。你好，三只可乐。欢迎来到加洛尔地区，紧张刺激的对战正在等着你。波波星球，记得你。他有跳，好蠢哦。董笑笑吗？是姓董吗？王董，王董是我们家王一家。我想看他怎么跳。李山七的超人，行侠仗义，飞走壁，师傅你，行如流水，恰到一线，枯草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赶紧练功去怎么东西？去等着太阳，王师傅真的骑马吧？太蠢，谢谢。不行，这是谁啊？波波星球泡泡哥哥，我不能接受。我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主播会唱更久以前的歌哦，志祥哥，现在是把我推销出去吗？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行侠仗义，飞走壁，师傅你，我
为何可以行如流水，千条一线，歌扫一片？欢欢一笑对我说，燃起烈公去，练功必须顶到太阳，晚上还要见月亮光，一日不练十日空。不要再上抢怕，心如先习的学艺先学理，我也心中拉紧，英雄台下十年功，为台上一分钟，艰难寂寞谁会懂，行侠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我好可以行如流水，穿插一线，过走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赶紧练功去，练功必须顶到太阳，晚上还要见月亮光，一日不练十日空。哼哈，心无先习的学艺先学理，我也心中
掉吧。朋友说我没发神经，只剩 LOVE。 他真的不行啊，我没有办法控制他。这个我要练这个。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听到了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那么妈妈不可以。你的职业笑容呢？你要职业笑，快笑出来。扑克牌在里面，是之前直播拿出来的扑克牌，哈哈哈哈。有喷过空气系女孩新诞生，多芬蓝风铃洗发下播，距离下播还有13分钟，为发根注入空气感。我们再来唱点什么呢？还有全新，我们可以哦，我有办法边唱边擦的黑框眼镜吧，黑框眼镜，啦啦啦啦。这个整个操作，这个吗？可以，可是整个滑鼠也是湿的耶。不是，整个键盘。键盘应该不能拆给我。对啊，我一个一个拆。我们换键盘嘛，妈妈，就刚好换了吧。键盘还滴水呢。刚刚是不是有人叫我把整个垫子拿起来？因为嫌垫子很脏。我是不是？好可怕哦！我真的是言灵耶。请问下面有我的奖状之类的吗？大家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吗？统统玩。我整个在大扫除跟着大家一起大扫除。
的可以直接当水吗？就像擦过地板一样，不行吗？可以哦，真的可以哦，哇，很棒哎，要搬家了。哦，我妈妈现在很努力在维持她的职业笑容，她好棒。道具组紧急修复中，有茶香，是不是？我觉得很好。我刚刚没有加糖，就是一个很对的选择，我真棒。我要回来了吗？好，我回来了哦。你的手中，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我们大狗狗说好，谁也不会离去。大狗狗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baby，I believe。我们的是下的雨。熊熊说什么？熊熊，谁这个时候丢红包？是梅格子吧？丢红包的谁？熊，梅格子说现在丢红包，面妈就抢不到了。不是啊，梅格子，红包谁丢的？我这里根本看不到红包。谁？是谁啊？说话啊！遇水则发啦，我就说今年一定会红吧。就是又见红，恐龙刚刚打扮的时候，居然还给我发红包！天哪！他说什么久？很久了，我刚一阵慌乱。哎呦，你的一个眼神我就懂。可以正常唱歌吗？从来就不。滑鼠键盘还好，对啊，它至少不是，它是别的滑鼠，不是我们家蜡笔小新滑鼠。上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我们大狗狗手很无知感受你，大狗狗是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Cause you're everything。 我们大狗狗手哎，无敌无敌。你才第一次来看直播就长这样，怎么有刚好吃这里吗？哦，里面有没有吃啊？谢谢白熊包，谢谢熊包。分享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我们大狗狗，无知和无知该收音。大狗狗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没有承诺，我相信。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罗杰抢什么？洛哥抢什么？喜乐库马抢什么？乖乖抢什么？马挺 DJ One 王于宁
猪鼠，欢迎张思、小野、蜜酒、小野哈哈、小野啊、木铁啊、阿 K 啦，啊，蔡恩抢我们抢啊，蔡恩欠你抢啊，抢二十了不起是不是啊？刚才那么开心是不是？是无看过派女人，是不是？不是吗？哦，派查哦，是不是无看过派查某？我跟你讲，目前你哪会拢无讲话啦？哈？啥？你就伫咧点点伫咧听，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爱讲话，我才会看到你的讲话。拍路拍拍，恰恰恰恰恰，你写恰的我写恰的，恰恰恰恰恰。恰恰Hello， 开心就很就送，很开心就乱送哦。我刚以为他只是要讲他就送。你是拍，你是拍起的，拍起的查某对啊，我是拍起的查某。是咪嘛先？我就拍起的，你有尴尬不？我跟你讲啦，你莫甲别人讲，无我就无爱跟你讲。讲啥？哼，讲我是几嘞？哎，接恰杂梦那首我好像不会唱哎。那真的你不行，那你恰恰恰恰恰，拍起啦！我是拍起，陆地。现在是什么？动六动动时间。部队起床，部队起床。现在时间，动五三动。哦，动五三动就起来。部队起床，部队起床。现在时间，动五三动，部队起床。陆迪会哭、哦，哎，要跟丫丫说谢谢，我要跟丫丫说谢谢，谢谢丫丫，丫丫卖陆迪卖的我很开心，我笑得很开心。现在的时间，哎，可是现在当兵，你还没有下部队对不对？你才，对啊，可是才进去一个礼拜不还不能下部队是吗？什么？我不懂，因为他不太能用自己的手机对不对？因为他打电话都是。他不行，不是，我没有叫你，我知道你不行，训练中心，对，还在受训，还没有派到哪里，新训还没下，所以他现在都只能用营队的电话，所以对啊，因为他不是连手机都不能听吗？就是他不能听音乐，我唱给你听，想听什么？鲁迪想听什么？连长早安，连长早安，连上长官早安，各位弟兄早安早安。为什么要这么多早安？要这么多早安吗？可以啊，有时候中午晚上就能用。Hello， 流浪到屏东。哎，都怎么打招呼？早上都怎么打招呼？面霸，是看到才会面霸。对，连长早安。
他就跟看到学姐要喊学姐早安一样的，连长早安，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快速利落。连长早安。要不然他会说你没吃饭。连长早安。那个怎么这样？那个，我不会背后面，所以要开始哦。那个怎么念？胸正，威武，严肃，刚直。沉着忍耐，积极勇敢，精神大树，是不是？这是精神大树吗？雄壮威武，什么安静？安静，确实，对不对？我以为鲁迪叫我安静。我怎么跑步姿势？你要看啊，这是拖鞋，这没有办法跑步。就是。而且这拖鞋很重，不是啊，这拖鞋不舒服。没有，拖鞋在我脚上，我们刚是倒桌上，我插下去它才往下。胸正，威武，严肃，刚直，安静，坚强，确实，很多老虎，很像拖拉骨。响彻云霄，对啊对，安静，很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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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对啊，你知道刚刚我听我们的歌声，看我们的队伍，很多老虎，听我们的歌声，很像拖拉骨，什么什么，对，紧张需要我。等一下，那个要怎么查？麻辣先是听看看我们的队伍很多老虎，不是你认真吗？他点个歌好了，你一直给他喊干嘛？对啊对啊对啊，你要不要点歌啊？吃的，全力都吃吃吃，吃吃吃吃草地啊！安静，不啊，走，国军代言，写信给国防部，整团带去劳军。怎么了啦？他干嘛了？他是露出，哎哎嘿，拉到电线了，气质都没了。我本来就没有气质了，兵要当不完了。对啊，那他还没有，有什么当兵的歌？当兵，当当当当。当当，当年的梗就是你才考完，你还当不够吗？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下一句是什么？报告班长，报告班长，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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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翻一下，厕所，对不对？对不对？我只会这个。为什么要派对动物？不要再一场游戏了哦！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回忆都留在这里，在我们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家的零星巴罗，零星巴罗，吹不掉零星的罗。家的零星巴罗，零星巴罗。但青但什么什么青色但烟雨，哎，第一句什么？但青色什么？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如断石的青花瓷。哦，天青色啦，自顾自美丽，如未遇见你伏笔。啊，我的编号动五幺。哦，他跟我报告他的编号，那我会八三幺，你会吗？动五幺零五一是吗？爱情的康熙杯，哎，前面是什么？共处心来味，噔噔噔噔。现在没有闹军了啊！嗨，普隆啊！等下，你现在就很想唱是不是？你还冲进来？你要帮我唱五百的部分吗？他昨五百今天生日还是昨天？老了一岁，但价钱价格不变。老了一岁，价格不变。完整来表达。
谢谢灯火，谢谢灯火帮我们鲁迪传情。